关心天气，和周末比起来，今天真的是明显变冷了。这是因为东北风增强，所以北部跟东北部今天温度是明显下降。而且呢，气象局还发布了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、北海岸以及宜兰的大雨特报。那北部跟东北部呢，今天高温都只有25到27度，东南部则是大约是29度，比昨天低了个大约是5到6度，整天感觉都是比较湿凉的。而且呢，中南部日夜温差大，所以您今天如果早出晚归的话，千万记得要添加衣物。